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工厂风水经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自播出以来呢，已经第46集。啊，伫45集以前啊，这个所得到十方的反应，十方的共识啊，对工厂风水的重要性，因为过去有诶，是真拍命，真辛苦，拢一个观念。爱拼才会赢，这是千真万确。好，咱有三项要素：第一，命；第二，打拼；第三，风水。要是一个人真打拼，无这个命，嘛是无什么结果；要是有一个人有这个命，无打拼，每只唔讨叹。嘛是无好的结果。若是我一个人，我的命打拼，风水咱也有缺点，嘛是美中不足。这过去我看过真济的经验，好个印证。所以我才会讲，要将这个工厂风水、大众所有发生的问题，我拢甲接起来写成这个一本书。写成书呢？十方呢，那老少问题，你直接对书来的去调整，安尼呢，咱都我都改善自己保护家己。所以咱这里时段呢，播出以来呢，我顶站呢过大陆，伫沿海啊，真济家庭哈，拢有接到这里、这频道来看，在台湾呢。各个角落咧，真济，无论家庭、大工厂、小工厂咧，真济来共同研究风水对工厂的重要性。千真万确，风水会影响一个人，风水会影响一个人的事业，影响一个工厂的运作，这不可小觑的大事啊！咱过去咧所讲的风水咧。那么较偏重伫即个，若是某日有什么缺点，咱就安尼来改，安尼来调整，自己来调都可以啊。但是往往咧，当家要改爱开真侪钱，在经济即个状况之下，又不无可能来调整，所以往往真侪遗憾的代志嘛，足侪。我直接祈求咧，老祖王禅老祖诸菩萨加持各位咧。诶，事业会当渐渐会我顺势起来。咱风水咧，也是工厂不离这个水神，水神咧钓食赚大钱，水神唔钓食害溜溜啊。我曾经看过一间工厂，伊咧诶水神啊，原来是真好，因为水高变动咧，伊将这水神呐。甲一边踢起来，颠倒头行，结果大家功夫吼，这是非常冤枉的代志。所以咱工厂对风水的重要性，咱唔通疏忽哩。尤其是水神，水管财，山管丁，咱一支山有可无可，管着智慧无智慧的人，而且有智慧无智慧的人。咱若是水咧，那唔对咧，关系着咱做事业会了钱未了钱，会存钱未存钱，这真大个关系。
啊，咱现在个大概看这一个案例，哈、哦，这个水神，这都是咱的工匠，这间是咱的工匠。那么这头前那路水呢，都安尼泄倒出去，水呢，暗沟水对这来，都泄出去，黑脚对这来嘛好，我对这边来，都安尼直接推出去，我都看片水，铅笔水。哦，看瓶水得看出来，啊是暗沟对这来，这才出来；暗沟水对这来才出来。或者明沟，咱这明啊，开门来水对这出来，开水对这出来，这种叫做顺水流啊，叫做顺水流。顺水流看瓶水，这足严重哟、哦。我之前所讲咱的信徒是安尼，原来这水呢，伫头前来。头前来，伊挖对伊后边去，靠一个好足水的趁钱趁家。有一天，咱这人啊，往往那趁了钱以后，想要趁家这钱的，趁家这钱的，无了解家己有福无福，无了解是安那，互你趁着钱，趁着钱伫倒位，无了解，未记哩啊。所以啊，伊的水啊，伊就开始后边去脱掉。水就未通啊咯，水就未流倒入来咯，啊水就会倒积咯，哈，啊水会倒积咧，就流对别人兜去啊。做安做了咧，无偌久咧，无几个月咧，开始公司跌败，工厂跌败，无去地角着，就开始往去问神啊，问神就讲哦，你作我伫作怪，恁三作怪，三咧作怪，拢三咧作怪，神问无着，问着人。啊，真理一直风水地理问无着，结果呢？啊，你也是相信这妖言惑众的邪说，到尾啊，倒去走来问我，我才讲啊，你吼老早开始讲你的水神唔对去，就向我收着，大顶等着遐么搞，我大顶玻璃顿坏，我啥呢？我收着，我来作损失着啥呢？好，开始骂迄个先生，骂迄朋友。我讲你错去啊！你无福，我无德。你若有福有德者，你为了做着趁钱时，你爱布施、救济、平民、趁钱啊！社会公益爱做，每钱赚着一罐 XO 三千、五千、一万的亏。啊，人家你分这五百块、一五十块，你就安尼奇奇怪怪，无德。好、哦，因某在那边，嘿啦，我人都是安尼。干嘛一面领几万块嘞？人咧加分者，几十块也未出来，爱讲省事，我你都无得，够无福。所以咱赚着钱一定爱有得有福，爱会报施，若是无得无福啊，一挂天龙护法啊，一定袂放你过。哈、啊，天龙护法嘞，袂放你，和你遐个好食份，一定带一挂人来甲你拜，拜拜你怪啥人？怪家己，怪家己也无得无福。所以奉劝各位趁钱的人爱注意。各位受奉神地仙，咱一个人发展以后呢，一定爱好好啊，珍惜这个福，珍惜这个德，而且呢，爱好好啊，过祝福。做福自然就有德，你还佫做德自然就福，福甲德那爱相修啊。咱真侪人真侪钱赚了以后咧，整个环境改变，心境嘛改变，原来神真的心境啊，拢拍唔见你啊，追求荣华富贵，追求高阶层的生活。追求咧，哈，这样咧，一旦国家辉煌发展，未记哩伊原来是安怎来？所以一旦追求这荣华富贵、风华，这个宏图大展以后咧，往往未记哩就只阶层艰苦的人，未记哩就只受灾殃的人，难免天理未甲咱容允啦。所以，会真济天龙护法化一挂人啊，吼、哦、来甲你改变，试你的心量，试讲是毋是有咧得无？
但是真侪人钱赚了以后咧，这个定无去啊，哦，这个福无去啊，好、哦，这个注意心无去啊，所以天龙护法化身啊，人会来给你拜，所以咱咪怨叹别人嘛，咱无怨到别人，怨爱检讨反省咱家己，重新开始。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，究竟是咧做什么？你赚着了钱，你要不做啥呢？你赚着真正名利咧，无住大等于伫天上，无大等于，所大等于是烦恼，好加这个执着而已尔。所以佛教咧开始啊，啊佛啊，会当陪伴咱生生世世。世间的名利，我都陪伴咱生生世世。因为世间的名利，一旦你得了以后咧，唔知影去做好事、做多点个事啊，人会甲你拜。拜是啥？恁家的护法神，咱家的祖先，咱的祖先呢，看咱安尼子孙啊，赚着钱以后咧，啊，伊就飞飞乱来是，伊就开始会。化作真济亲戚朋友来甲你冻掉，互你败掉去，袂阁作业，真是安尼咧。吼、哦，若是讲啊，咱都钱赚着啊，飞飞乱来，有诶咧，吃喝嫖赌瘾，查某归大堆，吼、哦，害人安尼足济啦。所以那么安尼一来的时啊，咱祖先袂堪伊，互咱继续阁做只恶业咧。未使你华人哥安尼做的是，甲要含祖先跪大顶拢拖落地下，咱唔知影这利害关系。所以咱赚到钱以后咧，咱做功德，和祖先啊，布施救济平民咧，啊，这和功德和祖先，这上大有效。而且咧，这是咱保家保企业的上好的方法，不离法门。啊！若讲一个人拢有咧做，为何趁钱以后咧，又搁开始这个钱记袂掉咯？除了咱反省过去的，咱唔在意我，迄、那个过去生咱唔在意我咧，咱这生咧咱都袂歹。那么考虑到风水，可能工厂的风水、徛家风水有问题。啊！若像说拄只所讲，这个例啦，吼、啊，流鼻水、含鼻水出的事啊。那么怎么样来改善呢？这是咱今日学到上大的重点。那么安怎改呢？现在来看这张图，这水呢对这来拖出来的是啦，对这来拖出来，你问你用改向观，你问呢用改向安怎来？好，你问的改安怎来？这暗中收这水神，你问就对这入来，这空空改向观入来。啊！若是雨水来咧，雨水来你袂使做这县官。雨水来你做这县官的时候，雨正平倒插，好、哦，这个雨水插来这一伤人，所以你要是改这县官上好尔，改向安尼，好、哦，这里就无啊，水安尼来咧就无啊。或者你改做这个县，改做这个这个部，改向安尼处理，啊、哦，水再来你向安处理，水要处理，这安尼就无要紧。好，若是讲暗水对遮来，暗水遮来无这条水，暗水遮来的时啊，你这个翻这拖出的时啊，你都要改县官改了起来，你门开安尼来，门开安尼来嘞，修这水神，这下水无坏都无问题。若是暗水对遮来嘞，你都改这个方式，改这个方式向安尼来，暗水对遮来嘞向安尼来。所以这个看片水的原则啊，看片水的原则，上镜目睭看得出来，你用个杂看嘛啦嘞。好，你多阿面头前嘞，你甲看一下好事光水，不管在滴滴流流倒出来嘞，一时你心中无力，看几工你心中无力，一直消散，滴滴去滴下嘞。这我有试过啊。啊个何况咱一间厝工厂水阿在滴头就滴拖出来嘞，迄一定败。哦、破败大败的地理啊！咱真正去伫山区诶，好头前风景画真水，啊去向阿出去，对溪门水一拖一拖片水，一拖出去时啊，这嘛错误是，这嘛破败，树水流散，
哦，所以这个地理的问题啊，咱就是对咱五官所引起来，然后这个地灵水滴拖出来的时候，地灵滴泄出来，所以这个地灵会较高，会较转，高较转呢，高就会白转，买白顶，在顶中白的时候，你住这个厝住到尾就无人住了。咱中国大陆啊，我去。啊，回归个概看真济这厝拢起伫起山顶啊，向水泄出去，所以大家散家呢啊，生活真辛苦。咱都市嘛，真济人呢，都市只水沟都只来去啊，阿门就开对水沟行，顺水流，所以建坛坦袂掉，囡仔袂乖袂乖卡，好唔读书，外口浪流连，啰啰嗦，这拢足济呢，足济足济足济。诶，不幸的家庭，好、哦，希望我从这个课程讲了以后呢，啊，咱会当照我所讲安尼去改，好、哦，真简单的原则去改，我相信大家得到平安。各位是风神地仙，啊，咱风水啊，啊，有真侪风水的好地理。啊，咱常常听着讲，哦，这本风水法几地啦，旺几地，相对嘛是败几地咧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一个图咧，请大家来看这个图者哈。咱这都是这个这开门，这都属水神，安尼说，真水。好，啊，九曲水去败高地啦，九曲水来发高发高地。好、哦，发高地人诶，好、哦，到水啦，安尼来咧，咱刚唱一只向出去，啊，水啦，按弯弯翘翘，弯弯翘翘，弯弯翘翘，弯到来的时啊，你弯三翘就发三地，弯四翘就发四地，弯一翘发一地，你刚唱，若是拖出去咧，水安点到出去，啊，是流到是伫拖到出去，拖到出去，拖三年都。拜三地，拖十年就拜十地，所以这个风，这个工厂，这个起伫山区的工厂，咱爱注意哦。我参观真济工厂吼，起伫山区咧，向水楼上向开门较宽，结果向出去咧七三六平，好起那起起咧半张落去咧，定的嘛真济，好也是起起咧开始生产咧，定的嘛足济。那了解风水地理以后咧，你会感觉家己会惊吓。啊，我曾经看过一间工厂咧，头前水神直直来咧，我哦，你间工厂发几地啊？无啦，老师发三地尔啦。啊，工厂新的啊，我阿公、我老爸啊，做事业都能发，而且换我咧，啊，起工厂大家咧，我做了就未歹。哦，感觉都真顺势，人真团结，啊，这做代志真圆满，啊，咱所接触的客户咧，嘛大家真单纯呐、啊。因为我老师这发老久啊，我来讲算什么？发五地尔，无几地。准老师，阮爸哦，或者邓川先生讲我这个所在用发五地，啊，我要三地的咧，三地的六十年啊咧，我六十年发咧，我都会好啊。好，我阿呢，你爱好我珍惜哦。这是恁祖皇啊留落来的，留落来功德啊，你爱好我珍惜。好，敢问我老师，这究竟安怎做才会当发偌久呢？天地荷兰五地，啊，家己修行的修十地，安尼十五地啊？因为如何来修过这修十地呢？你教导你行行顺顺的，你甲本业做好，卖想我钱赚了，我就要空想过把你过去，你若一个做的好事者，你就表示功德就无量了呢。因为要好的第二呢，我爱做善事去布施，真个铺桥走路一定会好的。因为老师我有做了，我老爸我阿公拢叫我爱铺桥走路，所以我爱当了铺桥走路。啊，第三呢，修心养性，伊说修啥性？我无害人。我修贪念的性，
那每个人拢有贪念性，一旦钱赚到以后咧，你就贪功，我要过卡啥，过卡好啊，这步，甚至咧钱赚到就想要娶小姨，这错过去啊，吼唔通记住比，啊，所以咧贪念过来咧，你无该滴滴咧，你唔通硬要爱，啊，你照起工行。生理叫去样做，人互你做的人有一个信心，有一个安心，好、哦，然后咱做咱们信心安心，整个你的周围环境，大家拢会安心的状况之下，那么你是不是就足幸福啊？你就用跳下连水球啊！好，那么伊讲老师要过来咧，啊，我你已经咧参加多参加慈善团体。啊，那就西雅会啦，什么胡伦社啦，还是诸济功德会啦，这些会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功德会、救济功德会啦，你拢会用参加嘛？是安那咧？你参加的是你的时间以外，你去啉酒、泡麻雀、去跋筊的时间啦，你去参加这些会，也要做功德。那么安那来，大家受祝福，啊，你做功德是让十方天龙护法给你护持啊，啊，你安那你的事业就过一条啊。啊，过来咧！问我老师，最后三无要有身体过好健康，身体钱买袂着，你三千大千世界咧，甲你买无一只镜头啊！你只镜头你较无着，你较暂停了以后咧，你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，哇，无一只镜头啊！爸母荷兰是只真实咧，你用的金钱摕得到的，唔是真实咧。所以你身体要顾好，顾好咧，就自然咧，你的事业就会保持真久。而且咧，咱钱赚到卖掉了，就要啉酒，哈，跋啦、赌啦，人家讲哦，我安尼咧，我感觉无啥偌合理。所以你要保持到这原则的时啊，我相信咧，你发十地、入地，一件件顺顺地发咧，你甲写成一个家训。你要行行顺顺的，爱遵守家族观原则的，我相信的，你的事业会顺顺心。所以这个信徒先生啊，会非常欢喜啊，真正欢喜的。伊才来问我老师，哇，未来一天若有机会啊，我会来护持功德会这个法。好、啊，我好啊，好 啊，因为这几年来啊啦，好、啊，我这里就将这个功德会努力的推广。而且这节目嘛是拢功德会，大家十方诶扶持，一人一个一百块，好，咱就扶持这个法啦，好人得到利益，这功德是无限的呢，功德无限的啦。啊，那么就这救福最来的是啊，你怎么来开门享福呢？好、啊，现在咱看这个图，量最来呢，你就开量门。假使水呢开好水来咧，你就开中门。那么这咧凉水对这来啊，我来，你开中门，水神才收会着。凉水来开中门，啊，你开中门嘛会使就对啦，嘛会使，啊，水神拢收会着。若是不停的你要出咧，倒出去，水造出来，造倒出来的时怎么办呢？好、啊，水造出来的时看水怎么办呢？好、啊，你也会当咧。该水头修水头，门来修水头，水底下来修水头，吼、哦、修下来，啊，这一定要四条狗呢，咱上好呢，吼、哦，咱的门开下来，吼、哦，这因着这拢山嘛，这一定山，只要山了，只要山开这边来呢，是修四条水，啊，这目角的水出来，咱卖看，好、哦，卖看安尼都会使哩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提供各位做一参考。今日来课程到这个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